荣民张凤文先生为感谢本处行政作业员许朱凤小姐协助其圆满申办退俸人员子女教育补助费，107年2月23日委托妻子赠与许小姐糕饼礼盒以表谢意。许小姐本于公务员廉洁自持之精神，并认为荣民眷系本处应尽本分而婉拒收礼，尽管未将礼盒收下，还是十分谢谢张先生的这番心意。